衣服瞎穿，真会影响人的运气。不同颜色对应不同的磁场，想升职旺名旺场的熹贵人，照着穿。评论区留言，一个月内你会收到好消息。出入高端场所、图书馆学习考证，穿黑色。黑色能吸收周围能量，尤其黑加金等于美丽吸金。那像医院、夜店、车站等磁场杂乱就不适合。穿白色，清理旧能量，带来新机遇。去陌生场合或者面基，白色维持你的内核稳定。想升职加薪或者促成合作，穿蓝色。你是好朋友，悄悄告诉我，面试的时候穿蓝色衣服的通过率都更高。蓝色不仅能让人放下警惕，还给人一种很专业权威的感觉。自卑敏感拖延症严重，穿红色。红色属火，象征着。我特别爱穿红色，那两年生命力简直爆棚，想快速脱单穿粉色。硬汉海王穿上温柔浪漫的粉色，会让人忍不住想念你。人亦温柔，桃花自然来。经常焦虑压抑，穿绿色。桃木的颜色抚平内心的不安，滋养出昂然的生命力。想望你多穿黄，土生金，促进思考，吸引物质和精神的富足。当然，以上建议仅供参考，多穿你感觉舒服自在的颜色就对了。心态是最好的风水，散会。